九尾拍劇的毛舜筠今日出席无线新处境劇开镜仪式，同劇的仲有祥仔、郭邦、King Sir 等好戏之人。他仲爆料将会有一个低级客串加入添。好似系，喂，好似好快就已经入嚟啦。好似系噶，好似系，但我又详情我又唔知道，要问監製。唔系，因为我哋都要问监制，因为佢剧本好似出咗啦，但系因为我哋未攞到嘛，所以未知道。但系佢系啊，系啊。而话走又唔走嘅陈国邦就表示，咁经毛姐帮好。因为之前嘅嗰件事件咧，咁阿毛姐知我好得闲啊，咁所以佢佢提議公司叫我翻嚟，即係拍今次呢個處境劇。咁因為既然我姐姐叫到，咁再者喺個劇裏面亦都有我已經呢幾年嘅拍檔阿黎耀祥又喺度。咁所以種種原因之下，咁我今次翻嚟即係拍呢個處境劇。睇個卡士，今次不打自己人續集嘅。